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众所周知，在远古时期，大陆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随着地壳的运动和变化，后来陆地才演变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其实，现代的沙漠以前都是浩瀚的大海，在沙漠深处有着变幻无穷的水文线和许多海底生物的化石。大家知道吗？在遥远的埃及沙漠中，生活着很多巨大的鲸鱼，是不是十分不可思议呢？其实这些巨大的鲸鱼都是古代海底世界的鲸鱼化石。早在4000万多年前，埃及的法尤姆省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在这片汪洋大海中生活着数不清的水中生物，其中就有许许多多的鲸鱼。由于这片水底生活着很多的鲸鱼，所以当地就有了鲸鱼谷的名字。直到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菲利普·金格里发现了这片位于沙漠中的鲸鱼谷，并且在这里找到了史前的始祖鲸鱼化石。这种目前已经绝迹的鲸鱼名叫蟹齿鲸。据了解，蟹齿鲸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长着小脚的海蛇，同时它也是一种十分珍稀的鲸类。而且这种鲸鱼没有呼吸孔，可以说是非常珍贵。在鲸鱼谷中有很多大量古代珍贵鲸类的化石，这些鲸鱼大多数已经完全灭绝了，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残缺的化石。化石不仅向我们现代人展示了古代海洋生物演变成为今天陆地生物的全过程，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科学考察价值和研究价值。在化石上，我们还可以研究到沧海桑田的演变历程以及陆地海洋之间的变迁。不得不说，这些都是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不仅值得考古学家们去深入研究，同样也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去学习。小伙伴们，你们见过生物化石吗？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